哇，这个地方太深了吧！哟，瞧瞧谁来了？这不是逆师吗？哎，等会儿，怎么还有三叉戟砸我脑袋呢？哎，不对呀、啊，不是你用三叉戟打的我，谁？到底是谁？原来在这儿！哇，被三叉戟砸一下脑袋的感觉可真不好受。今天这几个拿三叉戟的逆师怎么射那么准呢、啊？不应该射到其他逆师身上吗？怎么打我百发百中的？是不是欺负我没有三叉戟？是不是觉得我不配来海底？把你身上的三叉戟给我交了！行吧，活生生的把我呼吸条都给打空了。今天的我还是没有三叉戟。今天是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13天，我用一天的时间找到了精液修补鱼竿、一堆小麦、一个不想带走的金头盔、一堆紫不拉几的不明方块，以及顺便寻找宝藏。哎呀，你不要这么热情就往别人脸上蹭啊！我的颜值被你蹭掉了怎么办？我没有女粉丝了，你来负责吗？把这两只小僵尸解决以后就可以挖宝了。哎，我发现我最近越来越热衷于挖宝这项事业了。哎，不对，这个宝藏点我之前来过啊，我要去的是另一张藏宝图的目的地才对啊。哎呀，敲我这脑袋，一到晚上就不认路。你白天也不认路。已经到达目的地了，根据藏宝图的显示，东西应该藏在这片区域。不应该啊，这个藏宝图显示的地点真的没有弄错什么吗？这海底下一片漆黑，我什么都看不见就算了，宝藏真的会藏在这种地方？谁在后面？我是个没有三叉戟的逆师，不管他，我们继续挖宝。地图上显示的是这个地方，应该没错啊，让我找找。喂，骗人的吧，我都找了快一个晚上了，这下面哪来什么宝藏啊，这块地都要给我挖穿了。 2000 years later， 哇，我是真的难受，这个宝藏我不要了，对，我不要这个宝藏了，我足足挖了一天一夜，连根海草都没有看见，明摆着就是一张假的藏宝图。对，假的藏宝图，刚好前面有发光的海底遗迹，有这功夫啊，还不如把这个地方给搜索一下呢。不知道这张藏宝图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，就是最最最开始让我走上寻宝道路的藏宝图。刚才搜索的海底遗迹我该怎么说它好呢？除了两块海晶都有点作用啊，它一无是处吧。算了，等我这次找到最后一个宝藏，我就去认认真真刷三叉戟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我都挖了好几块沙子了，怎么还是没看到宝箱？不会又是个假的藏宝图吧？我还就不信了，藏宝图的挖掘难度也会随着遇到过的宝藏数量变困难吗？不应当啊。 2000 years later，啊，是这个地方没有错，我活生生在这个地方挖出了一个泳池。哇，总算让我找到了，看看这满满一箱子的材料，又有海洋之心，还有钻石。哎呀，我太感动了，三叉戟要是能用钻石合成就好了。